祭礼生哦，咪升降机的升哦，咪升还没升旗典礼的升，咪是有、哦，是头生的生哦，啊、哦，咪是祭礼哦。所以哦，胎卵湿化来对当那么是希望会当哦胎生，它增上升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营业功效，啊，更好、哦。胎生男的吼，嘛希望的是人生较好。因为啥？人生哦，靠较悬的头脑嘛。所以绝跟不绝吼、哦，是靠人生较悬的头脑来分别的，唔是你伫第几地啊？安尼了解无？所以我爱请问恁姐，身份的角要不要在人间？所以吼、哦，恁若想要成佛哦，恁得吼较认真来灵感行菩萨道的。这毋则是清楚的观念。有两种所在是无法度行菩萨道的，地狱，家己的别业志向所现的，诶狱主，你无选择余地，所以纯受苦。啊，另外一个所在。他化自在天，他化自在天，一心所怀境是乐，纯乐受，纯乐受的理气修行都乐，伊无苦，哎嘛别业之相，所以讲天也是别业，哎，他化自在天也是别业之相，地狱众生也是别业之相，得加人道靠营业共相所牵引的别业之相，所以哈、哦，绝不绝，关键在哪里？在人道嘛，这个是在这个中道，因为、哦、你也不偏纯享乐，也不偏、哦、纯苦受，所以选择哪里修最好？人道，为什么？那是重要的，依他起成片寂止，跟依他起缘成死关键，哎，了解吗？所以、哦我顶顶一届无甲伊讲讲吼，那一句佛语相当重要。若能欲了之，三世一切佛，应观呢法界性。所以依他起性的是法界性，一切为心造。是不是下课？先休困者。大众先起立。感恩老师开始，大众慈的香法师给你三拜。大家礼佛一问讯，请动。